兴奋剂。真是的，不要再鞭尸了。已经没办法买了，一个香水要5000。我先走，艾丽莎。哇！啊啊！哦，来来来来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哇！又来，又来！趴掉，兴奋剂无敌，要怎么闪啊？往他头部那边跑吗？哦，有有有。不要对我喷，那是白色的东西，恶心。打不到哦。可是我已经打了这么多发，会不会浪费掉？啊！火山。继续喷你的毒吧！哦，我的天哪！打到了，好，我决定，我直接开火山。我不，等一下开完火山直接那个，我直接吃那个林格翼。再来。好，快跑、哦！往左边。站站站站站！
等一下再吃一发零得意，看我怎么把你炸掉。下去下去下去！啊！而且我移动速度比你快。啊！只炸到一发。先把脖子拔掉。哎，我还没打掉吗？所以说我原来还没打掉就对了。啊！所以我以为脖子打掉，实际上他也没打掉。真是移动这么快。完蛋！哇！我忘记打脖子了，再一次，我忘记打脖子了。这次挑战失败，我先把那个先把武器换下来好了，反正我现在还没有，我都是用那个高爆弹。好，开局上土地，我先上一次好了。操作有些地方也不是很熟。先跑，先跑，先跑。来来来，
哦，搞定。快跑！哦，差一点。哦，搞定，这样我就不会盲目了。的确，我第一次打那主席，想到赏金模式，我也是一直失败。我先绕到他背后好了。有了，步骑没了，他移动速度就变慢。他一直喷那个，再来，哦，搞定，剩下做一个部位，接下来就是他的胸部了。没有了，哇哇，糟，麻痹，等一下麻痹到，好，全部被破坏，在这边先 save 一下，等你来哦。可恶啊！超大只婴儿，大只婴，我干嘛按的？地方我有点，我怎么闪过了？我真厉害，我竟然闪过了！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攻击判定到底是怎么样。有时候感觉很远，然后被打死；有时候感觉还蛮近的。
一发一百，算150D 好，90度嘛。还没趴，180D， 这样的话三发应该就可以阻止蝴蝶。蝴蝶在咏唱的时候，还有啊，我记得胸部不是才快3000D 而已吗？感觉也不像90度，因为刚刚我站在他旁边也没被打到。来来来，打开你的，敞开你的心胸。不住，一发算150D， 我现在打了有20发以上，3000D 以上。搞定。哇，比较难的是打蝴蝶王，我以前打蝴蝶王都用麻痹，麻到他死掉。哇，5000经验值，20000 BP。MPHP， 哦，再次取得，给我阿蛋干嘛啦？好，接下来我高爆弹，哎，还有67发，哎，好，那就继续林格义好了，就用榴弹枪流把他打死，然后学一下技能，6000，生理死亡2400，3200，5600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学生理死亡吧，电死他。哦，81的 MP 耶，快下来，我接住你，这么有把握。
继续用高爆弹。枪？哪一个机枪？那个不是只有赏金模式还有吗？还不死，好了，近万了，近万了，没有啦，最多是一万多啦。啊，因为他我以前看攻略书，他有说，婴儿打的越多部位，他血就越少。就两只王，你前面打越辛苦，后面就越简单。啊，前面如果直接打掉胸部，他血就一万多。以前看攻略书上面写的，打死你，从头到尾把你电到死。致命可以考虑打分身哦，你是说要增加那个经验值吗？
看看吧，因为实际上致命打完分数蛮高的，基本上要么是拼那个枪刀，不然就是 NP 加100的衣分身，分身越多好像越麻烦，每只分身加5000嘛，好像还500。我先治愈模式一般挑战看看，哈哈哈，别吧，我觉得离那个还蛮远的，除非我治愈模式连续破2、3次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要加分身打蛮麻烦的。我每一次打都不让他跑分身，而且实际上。就是，除非是枪刀啦，枪刀或是苦行衣，镭射秒分身，对哦，我刚刚还有镭射，可是实际上我全放林格翼哦。烧魔到炸。哎，我记得是补魔吧，他魔会一直补，然后之后集火必须在那时间内累积500多还600的伤害，只要累积到就可以打中断他的招式。美女猎人请来这边交代，想要干嘛啊，总统先生？小型核弹都发射那个电池炮了，电池滚道炮，然后竟然就这样射不过去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死亡模式了，加油！必须用电的。死亡魔术伤害就更低了，哈哈哈！我们真的总之那个好像不能拉集气，一定要打断，当做600伤害吧，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是500多少，就当600。不过也好加在，婴儿送5000经验值给我们，给那个风扇直接电到死，麻痹麻麻麻，超棒的！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一招。逃家波了，那应该算逃家波。是死亡模式，那死亡模式有好的武器吗？就到后面啊，有什么好的武器可以用？火山，打蝴蝶用火山，好像也可以。火山好像就不能断他的招式，超人论。全程站桩，是啊，是吗？
火山可以断他招，这我不知道。死亡模式试试看。而且我的那个击退率有缺大约 7% 左右。7% 的话应该有20场没打到。哇，超多的20场欸。我是哪里没拿到？可能中途大漠有怪物，然后没有回去。哦，炸一次火山，蝴蝶龟吃一次。啊，是哦。那没，那我死亡模式时常回去热带区好了。100% 影片。实际上可是看看是归看的，可是要完全都记住哪边有哪边的话，还蛮难的。今天整整有58分钟。我再看看吧，我再看看，看看那个100%的攻略。我应该有缺快20场，所以实际上是有些地方有红缺。不会是那个吧？我看天幻网吧，天幻网它好像有每一步的详细，看要不要把硬碟拿去修复，说不定可以救回来。那只怪死算一场，每次都掉出一来。我记得我那个热带区那只怪都有打，我还绕来绕去。如果有的话，我的 NP 就更多。好 ，skip， 存档吧。五 tail BP 22万。EXP 5600，大组的六方，好惨哦！啊，先那个进去一下吧，游戏开场。啊，算了算了，那就这样，那就。好，那明天开始我再用那个死亡模式。好，那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哦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怀旧的游戏，欢迎之后继续来收看。今天到这边，大家晚安。
好，谢谢收看。我会被拒，拜拜。